今天这个菜我们肯定喜欢。肯定嘛，我还给阿哥买他喜欢的好东西。阿哥，你爱吃硬菜啊？晓得我牙齿不好吗？净吃些硬菜。这个硬菜跟你牙齿没关系哦，今天是菜哈，今天给你做神仙牙膏。哎，那我们这儿好生喝一下，吃吃神仙喽。哦，准备只兔眼儿，两到三斤最合适啊，洗一盘菜。这是一个四川一绝的老菜哈，神仙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做这个菜啊，必须有面子。断筋，塞进肚子里。阿哥，点火哦。要得，先干。冷水下入鸭子，花椒、葱姜、料酒，烧开后煮十分钟，焯个水。煮熟的猪蹄头切成片，冬笋切片，火腿切片。焯水以后捞出来，趁热抹上糖色，这儿一炸就上色了。锅烧宽油，七成油温，鸭子加油，油锁上色，慢慢这个颜色变深了。煮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徐哥，准备一块纱布，铺上火腿、冬笋、蛇头，这样一层一层的铺。放上鸭子，剩下的边角料塞进肚子里，再来点大葱生姜，慢慢的啊，再包起来，炸鸡，葱姜、盐巴、胡椒粉，煮鸭子的原汤，放上鸭子，炒好的糖色，凉水下锅，水开即食，大火蒸三个小时，再加点胡萝卜、莴笋片，时间到。哇、哦，太香了！七哥，蒸完原汤回锅，下入双片烫一下，轻轻揭开，哇塞，好香！扣上盘子，再翻过来，哇，开，猪肉断身拿出来，铺在鸭子上，汤汁勾个白芡，最后来点明油，七哥，淋上汤汁。最后葱花收尾，就这个神仙宴儿，我厚着脸皮问你们一个小红心，你们给吗 ？Thank you。哦，还准备了个烧白头丸，来，我请。要得，很干。来，阿公，先给你整个腿腿儿，你看一拉就烂了。哎呀，来，阿公，来，老杨也吃个腿腿儿。哇塞，哎呀，巴适的板了，你看。透骨了都。啊，剩下的都传到我的。来，生菜，阿公。全部脱骨的，我跟你不白的，我跟你说，这鸭子好香啊！哎呀，绝了！哎，不枉我做三个小时，真的三个小时，我跟你。哎呀，哎呀，这鸭子特别的鲜。嗯，如果你觉得不用分鸭子，我这种肯定不亏鸭子。来，阿光吃块烧白。对。哎呀，真的太难了吧？嗯。嗯。哎呀，嗯，给我神仙的不还。哦。哎，皮都烂了。哪一个还说？嗯，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儿。如果喜欢我，喜欢付了这些光美，我大美，我大哥，我们再见，拜了个拜。好啊。又是传回头翻的男人最性感，大家好，我是面，我又来了。听说重庆美食多，果然没有火锅锅。花鲢里面烧豆腐，点不点赞你做主。开干，准备条四斤的母花鲢。老板娘帮我一分为三了，先洗一番菜。
这个花蛋比白蛋吃要少，肉要嫩哈，价格都要贵吧。我们这点白蛋6块，花蛋11，你们那儿卖好多米？下方留言。再改一下刀，片下鱼排，鱼肉切条条，大概30公分宽就可以了。先把鱼腌制哈，葱姜、料酒、盐巴，来一点胡椒粉，左手搅拌均匀，抓到鱼肉翻黏，放入红薯淀粉，继续炒匀净。哪个是匀净？腌制20分钟，准备配料：泡姜、泡椒、酸萝卜、海椒切碎，萝卜切成条条，这儿好捏，姜切颗颗。家里没得的就用葱姜蒜代替，蒜可可、干海椒、200克花椒，这两个后放。配菜就准备有大葱、芹菜、杆杆切成球球，再切点青红椒圈。这4个都是洗锅前再放，准备蒜末、葱花、干海椒、彤彤，炝油3件套。阿公点火，要得很干。倒入宽油。六成油温，下入鱼块，炸一下，炸至鱼块变色，捞出来备用，不能炸老了哈，大概就是1分钟左右。锅留底油，再来一块猪油，调成混合油哈。六成油温，下入炒料，放入豆瓣儿，再放入花椒、干海椒，再来点海椒面，增色提香。炒香后放入清水。放一点白糖提鲜，烧开后熬3分钟，熬出泡菜味道，再下入豆腐，再下入鱼块，下锅以后就转小火，避免煮烂。过完油的鱼块不容易老哈，而且还容易入味。烧5分钟以后放入配菜们，再勾入一点薄芡，只能推啊不能喘。要得了，七哥。加入原汤，撒入干海椒、蒜末、葱花，9成油温浇油，点缀香菜即可。一份重庆江湖菜豆腐鱼送给大家，就这个豆腐鱼，我厚几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哎牛，来哦，我请哦，要得很干。现在说劲高高嘛，哎呦，嫩嫩嫩得很，我看成了灰妹儿。哦，可以，哦，哦，那就准备做鱼排。哎，这个萝卜简直不白了。哎，这个鱼排哎，炸个汤汤，非常的鲜嫩哈。因为第一次炸的时候就把这个淀粉封住了哈，我们再煮的话就不容易绕。你吃鱼排就没啥子质的，那个是进肉，那个是鱼肉，那个是这个鱼对我们来说是百吃不厌哈。非常的巴适，我们内地人对这个鱼的钟爱啊，就跟海边的人对海鲜的钟爱哈一样的哈。你看沿海地方不得吃这种鱼，你看只是脑壳，鱼身子不要了。原来海嘛，吃海鱼特别补血。哦，吃海鲜，那海鲜有蛮好吃的。哎，这个颜色啊，色泽，看着很有食欲。好、这个哎呀哎吃了发热啊鱼吃一个发热然后火锅然后吃脑壳的吃安逸没有？安逸的板。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儿。如果喜欢，我想放了这些观众们。哎呦，我傻逼，我傻哥，我们的热，拜了个拜。拜。哎呦。
今天来干蓝旗哈，给俺们安排个黄色烟，这个买菜。哦，哎，老板娘又漂亮了。你漂亮。老板娘黄了没有？有。好了，年轻人。二五十。有啥没有？没得啥的。那我撑着忙我。这好多肉。好了，有30斤。一下撑。今天这一九月份啊，看能不能吃得爽。好多。180斤。再瞧瞧。哪里？这儿有精神虫没有啊？没精神虫，那营养都没了。营养就是精神虫啊。好。来点麻烦了。没有。好，来就。大叔，好久没有。喂。有啥没有？在哪里？让我吃两斤嘛。哪里？那点虾米呢？两块两。哦。哦哟。买啥的呢？买啥的？买3块钱称点儿。两根葱子。哦，两根葱子。小葱。哦。去珠海21.8元。阿刚点火哦，要点开干。炸至金黄就可以了，撑出来。再加点猪油。下入黄鳝，爆开水汽。放入花椒、白糖、料头。豆瓣儿，下入大蒜，来点点香醋，软化鱼骨，调味盐八几斤，加入清水，大火烧10分钟。香梅辣，黄瓜条。起锅前再放一点点香醋，要得了，起锅。就这个大蒜炒蘸段儿，我厚几脸皮问你们一个，想回去你们会给吗 ？Thank you， 感谢你们。来啊，我请客，要得开动。我从这汤里面呢，你看啥哇？这是啥东西？来吧。这个是黄鳝，当然是好东西了。55。哦。嗯，有点吃到脱骨哈。那怎么懂啊？就吃这个大蒜，大蒜是龙趴的大蒜。那有美女呢。如果吃完以后啊，拿这个像面哈，你压一排骨在这个面上。黄鳝面，包着的吧？鳝鱼面呢？哦，鳝鱼面。那狗粮吃两顿的啊！啊！我还是别弄菜的，这个黄鳝个稀罕东西个。嗯。啊，吃名堂的。啊。还比牛肉都贵，你看嘛。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儿。如果喜欢我，想付老师就光买，我倒霉。我咋个？我没得钱。拜了个拜。